有得玩，小朋友都中意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提出，儿童享有游戏嘅权利，每日最少有一个钟头，俾佢哋中意玩乜嘢游戏都得。玩点解咁重要呢？小朋友最开心是有玩具玩，同好多家庭一样，张泳贤屋企嘅玩具多到佢都数唔晒。呢个系一个玩具嘅瓦砾啦，咁嗰啲灾民仔都重建紧。其实唔倒出嚟都唔知系咁恐怖嘅，讲真的。如果逐粒逐粒去計，其實我想過千了，一定有咯。我覺得呢一個咧，收到個黑外應知道係幾個月之內就會消失。咁最主要原因咧係佢即係開咗個掣，然之後就撳唔同即係 number， 咁佢教你一二三四五嘅英文咁樣啦。初頭撳會好開心嘅，咁但係你就真係好快玩完，因為冇變化嘛。但係呢啲係送禮咧，啲人係超中意，覺得好似好得體咁咯。係啊，真係好似好智能啊！冬天係今日，佢發覺兩個女對智能玩具嘅興趣不大，反而最中意積木之類嘅玩具。你而家砌，你而家砌緊咩啊？砌緊一個碗。砌緊一個碗。可唔可以俾我？哦，咁個碗裡面係會擺啲咩嘅咧？擺啲湯。擺啲湯嘅。咩 ？LEGO 係最襟玩嘅，真係每日都玩嘅玩具。佢諗得出都砌得到咯，零限制嘅。小朋友要嘅未必係要好象徵嘅。佢覺得係，佢覺得係，佢覺得似得咯。小朋友係走船咯，佢哋一定係揀啲 open end 嘅玩具，係。好味喎！我請其他人食一啲，我會俾張水試下佢。哎呀，我個叉拿咗啦。嗯。張水食我個 spinach 啊。哦，好啊，嗯。小朋友在游戏中成长，除了睡觉和吃东玩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提倡儿童享有游戏的权利，每日最少要有一小时的自由游戏时间。有调查显示，香港有四成六儿童每日游戏时间不够一个钟。余启贤是亲子游戏导师，主张利用身边简单材料同细路仔玩。佢平时会喺屋企同两个仔仔玩污糟猫游戏，俾佢哋自由发挥，乱咁玩。我哋而家就系用一啲咧，头先佢哋捞嘅盐城堡，用咗一啲佢哋头先嘅盐咧，就攞嚟捞嘅。咁咧就捞咗之后咧，就可以攞嚟咧系一齐加颜色。問佢似咩咧，都係一路玩一路變嘅。呢個好唔好玩啊，哥哥？好。有咩咁好玩啊？可以黐顏色。請你自己搞掂你哋啊，個皮。液體成功啊！嗱，相信你又好似佢咁樣放出去，你就會倒落你件衫度。喂，掉翻一條濕布俾我啦，你嗰度有咪兩條都係濕㗎？係啊。污糟貓，我諗只係玩得比較瀨飛啲，同埋要多啲準備功夫啦。佢哋頭先撈鹽咧，好自然地撈咧，就會撈到啲鹽散開咗啦。咁所以而家咧就有啲鹽嘅碎啊，亦都有啲鹽嘅粒。最失控就係因為佢未可以玩灑鹽咯。如果冇一個人去額外突然間去引開佢，或者話俾佢聽另一樣嘢你試下啦咁樣。咁其實咧佢要去再玩另一樣激嘅嘢，機會通常都會好低嘅。
黐實咗噃。余啟賢明白，好多家長都驚俾細路喺屋企咁樣玩，會搞到亂七八糟。好多藍色，好多藍色，有水，水啊有。有顏色的東西和會散開的東西都是會先少後多先，反而是抹的東西或者裝的東西就先越大越好，因為盤大一點大家倒瀉的範圍又會小一點。火山爆發搵食就落地球吧。玩呢就好像呼吸一樣，因為我們玩呼吸就是自己會調節啦，自己想去變化啦，這樣提供到一個空間，提供到一個彈性，去俾個小朋友佢自己用佢自己嘅方法，運用佢自己已有嘅能力去探索佢嘅方法。耶！耶！哎呦！咁樣咧，你自己揀支顏色筆就點玩咧？咁啊，跟住嗰啲眼油嚟畫就得噶啦，就咁玩噶啦。我換顏色。新一代父母越嚟越重視親子遊戲。希望從遊戲中啟發子女潛能。每逢余啟賢開班，都有不少新手父母跟他學怎樣跟小朋友玩。因應之前提過的一些遊戲的模式，我去創作一些什麼的東西玩出來。你哋介紹下你哋做乜啊？呢個其實 for 四歲小朋友咧，起初咧佢哋就如果有呢啲紙質卷咧，佢哋就中意搭高嘅，因為四歲就比較立體啲嘅，因為幻想佢哋經常可能會去過嘅地方啊，纜車啊，跟住就 pass 第二個纜車啊。即係呢一種，我哋係咩嘅遊戲模式啊？幾獨自玩？余啟賢話：大人好多時將遊戲諗得太複雜。其實小朋友是越簡單越開心。好了，那我有身痕了，我有減佢嘢啦。我哋試下跳去另一個角度試下直覺啲。哎呀，唔中啊，都唔中啊！你嘅小朋友好快會變咗咁樣去玩，咁樣去做嘅。可以咁嘅。係啦，因為最直覺嘅玩法嘅。因為係散件啊嘛，佢冇一個指定嘅用法啫嘛。覺得啊，其實都可能殘舊啊，或者唔適合玩啊，即係唔係真係一個玩具啊？咁但係就經歷過，就覺得其實呢啲係仲好玩過，即係真係玩具咯。你用咩黐噶？布貼啊，用布貼黐啊。我欣賞你哋用埋嗰個箱蓋啊。整咗嗰樣嘢玩嘅時候，其實存在有幾大嘅彈性，可以再俾玩個人去改變咧咁啊。即係做得更加多小朋友為本嘅玩法。四個位，四個位，嚟啦嚟啦嚟啦！哇！咩事？哇！咩事？哇！咩事？好大浪啊！好大浪啊！你揸穩只船啦，唔係沉啦。Can you see anybody outside then? Quinn 同先生 Alan 上完堂，翻屋企嘗試唔用買翻嚟嘅新式玩具。改用屋企唔要嘅廢紙雜物，同一對四歲孖生仔女亂咁玩。上一次就喺個海盜船啦。咁上一次咧就未畫咁多公仔落去嘅，咁今次咧佢哋就會將佢變咗一架巴士，咁佢哋自己譬如畫咗啲窗門啊，嗰個最得意就係佢已經爛咗啦，自己搣爛咗，跟住點知原來變咗一條紙條，跟住佢自己咧，又可以變咗一個安全帶喎，咁呢個我哋都冇諗過，原來爛咗咧都可以繼續玩喎，佢哋都係啊，有個窿窿噶嘛，好似我嚟試下睇可唔可以篤穿佢，我得噶，篤穿，我得噶，啊，係喎，好啦，試下轉啦，我哋試下。我要啊 ！Quinn 兩夫婦發覺，原來小朋友往往唔會跟大人嘅思路同方法去玩，同細路仔玩最重要學識點樣從佢哋嘅角度去思考。
我哋大人砌咧嗰時咧，其實我哋就會可能篤咗個電池入咗先，跟住 and then 咧啲就包住佢嘅。咁但係就佢哋就反而唔係咁睇咯，佢哋做嗰時就自己封咗個窿先，跟住嘗試去即係篤個窿咁樣咯。咁但係就篤個過程未篤到啦，咁所以就變咗係吸引仔咁樣咯。Let's take it away.Into our kitchen. 突然間佢最中意玩個泥膠嘅，咁已經將個泥膠繼續黐喺啲唔同嘅地方咯，就未必係玩緊呢個陀螺咯。有好多時係以為自己代入咗同佢哋一齊玩，啊呢個可能係最好嘅，但係有時係有時未必嘅喎。原來可能佢哋自己玩，佢哋自己變化，可能佢哋個空間啊或者個創意嘅能力啊，其實更加無限咯。即係大人嗰個可能令到佢哋變咗有限咯。新一代家长重视子女学前教育，未读幼稚园已经安排小朋友参加不同的 playgroup。 朱德正同几个家长不想假手于人，每个月一起合作搞大型游戏日。朱德正最希望俾小朋友可以在宽阔的空间自由自在地玩，不用好像翻出面 playgroup 咁有特定學習目標。細路仔點樣學嘢咧？係透過佢哋摸到、掂到或者聽到，咁佢哋就會記得。今日咧有唔同嘅箱啦，我哋會擺唔同嘅米，有啲染咗顏色嘅。咁唔同嘅顏色就俾佢哋可以俾佢哋睇到美感啦，唔同顏色撈埋一齊啦。咁啊啲米，因為佢哋好細個，就俾佢啲手指捉下掂下，可以練下啲小肌肉啦。咁同埋就係俾佢哋可以想像咯。他們這個時候都說三四歲，他們要學習怎樣跟人相處，跟知識不是很重要的關係，這些留待去到六歲之後他才學都沒遲。這個時候讓他們即玩，我覺得是最重要的。媽咪都可以在玩的過程中知道他是哪一個。車為何經常落鼠在車上？藍色變了個花花，好嗎？又變了色了，是吧？黄仲恩和先生家豪帮手搞呢个游戏日，每次都会带埋两个仔女嚟玩。呢段时间咧系最黄金嘅时间，系我哋同佢建立个关系。咁我谂即系第时再大个，有啲好多嘢都冇得翻转头。呢个专家鸡食好嘛？想一只鸡鸡先。我哋最想佢就系开心。我哋就唔想下都要啊督促佢啊！你今日做咗功課未啊？你今日學咗啲咩啊？咁樣。黃油麥，寫 B。哎呀！好嘢！呢個就係晴一三歲應該翻 K1 啊要著嘅校服。咁而家都決定唔會翻學啦，咁所以就唔需要著佢住啦。而家咧，我哋玩個遊戲喎，我咧一拋依粒色咧，係咩嘢就即刻指住你嗰個部分，好唔好啊？一陣間你嚟就好，嗱我試下先咯，我睇下呢個咩嚟㗎？咩嚟㗎？晴一有冇啊 ？Maker 呢個咩嚟㗎 ？Baby no。唞氣，好叻！我請啊，我哋俾個掌聲佢。黃仲恩同呢班媽媽一樣，唔選擇俾仔女讀幼稚園。佢哋認為好多幼稚園喺升學壓力下，提早催谷小朋友。佢哋寧願俾仔女安心咁玩到盡，唔想參與主流競爭。玩係最容易將知識。即係好間接咁樣，佢已經融入咗入去啦，唔使話要背啊、要寫啊、抄啊咁樣，其實已經入咗佢個腦入面啦。或者 A
相對同佢一齊出世嗰啲朋友仔咧，其實都學緊 A B C 啊，可能已經認得 A B C 嗰啲嘢噶啦。但係冇人唔好緊張咯，因為我覺得 A B C 你去到大你唔會唔識啊。都有啲客主流嗰一樣嘢，即係好似好多催谷啊，好多功課啊。我唔想我成日問佢啊，督促佢呢個一樣嘢咧，破壞咗我同佢嘅關係啊。越大就越難開心啊，其實。咁細個其實儲埋呢啲開心。即係識得點樣玩，大個就會識得點樣開心。啊！我紫色，你個頭要紫色啊！嗱，就係咁樣啦。十秒你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唔讀幼稚園嘅小朋友始終係少數。事實上，幼兒教育界越嚟越睇重玩對小朋友成長嘅影響。有唔少幼稚園更標榜喺遊戲中學習。真正嘅遊戲咧，佢其實係應該係嚴肅嘅嚇，呢個遊戲感。咁喺個遊戲感裏邊咧，你會發覺咧，小朋友嘅專注啊，小朋友個內在動機啊，小朋友嗰個持續性啊，同埋佢嗰個自控力啊，其實呢啲嘢咧都係可以喺個遊戲感裏邊出現。呢隻手點樣擺啊？咁樣一陣間都係咁樣。喂，我起身啦！想問你咧，點解你正話要瞓喺度？因為咧，我如果唔瞓嗰度，唔知點樣砌好啊！咁呢啲咧，其實你都會睇到咧，就係佢係應用、佢運用緊佢好多嘅思維啦，佢嘅合作啦，佢點樣去解決問題啦，亦都顯示到佢嘅創意喺其中咯。鄭佩華觀察到遊戲型幼稚園會俾小朋友多啲時間自主咁玩，而學術型幼稚園就側重灌輸學術知識。咁一陣間我會俾啲嘢你睇，咁呢啲咧就係你哋可能喺幼兒園裏邊你見到啊，同小朋友嘅一啲情況喎。呢個係你其他嘅小朋友。針對遊戲對小朋友成長嘅影響，鄭佩華做咗一個研究，比較就讀遊戲型同學術型幼稚園兩類學生喺社交能力上嘅分別。你咧就喺課室嗰度喎，玩緊扭扭樂，呢個小朋友走埋嚟笑你啊！你會點啊？我就唔理佢咯。啊，你唔理佢？係。哦，由佢笑啦，嗬。你會點啊？唔好笑啊！不如我哋一齊去傾偈啊。哦，唔好笑。諗下。研究顯示，喺面對被同伴取笑呢個困境嗰陣，多數小朋友會答：我唔理佢。不過鄭佩華發現有就讀遊戲型幼稚園小朋友會嘗試去解決問題，佢會話我叫佢唔好笑人，或者我會走開同其他人玩。相反，學術型幼稚園小朋友回答唔知嘅情況較多，當中甚至有小朋友會握住拳頭眼泛淚光，呢種負面情緒喺男仔身上最嚴重。结果反映了就读游戏型幼稚园学生处理困境的能力比较好。学术型嗰度咧，就可能佢冇机会去玩啦。其实佢学唔到呢个技巧吓，佢亦都唔容易咧去明白其实人哋咁样讲嘅背后其实系乜嘢吓。咁所以佢亦都好难咧去谂到一个方法咧，去点样令到佢咧喺个逆境里边出翻嚟啊？嗰自主嘅能力咧，喺遊戲中學習裏邊咧，佢係能夠咧做得好嘅。而呢個自主力咧，我哋會睇到咧，就係佢嘅自信心啦，同埋咧佢有冇一個能力同埋信心咧，佢自己覺得佢能夠改變佢周圍嘅環境。Hello， 係啊 ，Hello 仔仔 ，Hello 我哋喺科學館啊，係喎。
家呢個年紀最需要係玩嘅。咁喺玩嘅過程裏面，其實學緊好多嘢嘅。到佢五歲到啦，都要灌輸俾佢知道啊！你第時小學就會係要點樣適應啊？咁可能之前就會都俾少少字啊，或者係咯，俾識讀。每個人個起跑線都唔一樣，即係冇話贏同輸啊！而家叫做所謂贏咗，將來都唔一定係贏嘅，即係最終終點喺邊，其實都亦都冇嘅。我諗而家佢開心同埋即係建立佢一個開心嘅童年，同埋我哋一個好嘅關係咧，對佢第二日佢成長係好緊要的。